上层无色界四天，从下往上分别是昊庭消度天、渊通元洞天、汉宠庙成天、秀月进上天。无色界的神仙没有凡间的形体，也没有欲望，但仍然有形，只是一般看不见，只有真人才能看见。以上为三界28天，居住在三界的神仙可以长寿，但不能不死，是道行较低的神仙。再往上就是四梵天，也叫四种明天，从下往上分别是无上长荣天、玉龙腾圣天、龙变梵度天、平玉甲一天。居住在四梵天的神仙长生不死，乃真正道行高深之神仙。四梵天之上便是三清天，即太清净大赤天、上清净雨余天、玉清净清微天，乃道教最高尊神道德天尊、灵宝天尊、元始天尊所居之所。三清天之上乃大罗天，是最高天界。大罗意为超脱一切时空，永恒逍遥。三清天和大罗天的神仙不生不灭，无劫运之术，乃真气化生万物之根本。